往那边走，哎，有，这边就不见了，是不是？在哪里啊？不是，你现在哪里呢？不是你现在，在哪里？你是不是撞到？不见了，真的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玩一个那个小姐姐会很开心的游戏。接下来玩一些民俗游戏。民俗游戏。当然会看上老杯少跟棒壳对啊，其实这部剧它是很浪漫的剧，它才叫约定矮度嘛。对，通常会讲矮度的地方都是婚礼，对不对？通常我们参加婚礼都会看到一个很好玩的游戏，用高跟鞋喝酒。可是今天不适合啊，今天没有新娘啊，今天没有新娘，季节上菜。谁最先从左，比如说从一边的裤管滚进去，从右边裤管滚出来，我们会请小姐姐计时。对，时间短的那一组算获胜。对，时间长的那一组算失败，要接受我们的惩罚。啊，对，很简单，就是比谁的时间最短。那当然说，除了时间最短之外，如果说一颗球进去滚出三颗也算获胜。哦，滚出三颗。先介绍一下两三样：乒乓球，第二个是水煮蛋，第三个是奇异果。哦，有毛的。两组可以先猜拳，赢的可以先选。剪刀石头布。哦，三把吧。三把是不是？三把，三下两次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布。哦。好，那因为说跟恭喜这一组猜拳获胜，他们可以选择哦，那先滚去乒乓球对吧？那迪恩跟韦博，来，这个不蛋，因为他们刚猜赢了嘛。那所以我们先滚，你们决定要先滚还后滚？我们先滚，先滚没压力，对，没错。前的腐女们、小姐姐们、姐妹们，好，赶快锁定接下来的高潮要来喽！第一棒，请东贤跟硕涵由硕涵坚持 CP， 对，战斗位置，计时开始。好，开始喽！我选的是乒乓球，因为乒乓球本身有点硬度。哦，从那个，从内侧，对，然后我这边的膝盖比较窄进去一点点，对，上去就好推了，上去就好。然后走，抓裤管往上推，不要练大腿了嘛，不要练腿了嘛，有啦，太快了，内侧，往这边走，往这边走，哎，有。不见了，是不是？在哪里啊？不是，你现在哪里呢？不是，你现在在哪里？你是撞到？不见了，面包吃掉了，不见了，吸进去了，不见了，球不见了，对，球死了，我看能不能接到正对面？好，用挤的，慢，对。你把它推，对，推过破过，有，这个没有啊，在哪里？正中间，正中间，后卫圈，天，这里，这可以，对，你往这边弹一下就有，他真的用弹的，等一下。你这样子，手对中间，然后弄。你这样子，我这样子。对，绕内侧。有啊有啊。上面一点，走这边，走这边。准备了，计时。对，OK， 好。拿出来，顺下。刚消失的，我刚都吓到，说什么球就吸？没有，我觉得他应该是卡到消失了，应该没有没有，他不到后面，他只是在一个神秘的位置中的神秘。对，其实先选乒乓球不一定有胜算，为什么？可是因为我比较好找，不是因为乒乓球很容易就被收纳啦，收纳就是归纳，他的囊袋会收进去，对，就是会归自动归纳，所以呢？说不定韦伯跟迪恩有机会赢哦。对哟，可以啊，这个大力的比较好找。杰恩对不住了，对，我们遮住，对，他眼睛遮住。韦伯很棒哎，他有先跟杰恩说，派达拉过来干嘛？拉派监督是不是？加油！杰恩在看你滚。好，计时开始。好，
接下来第二组，刚刚是一分了，他破了啦。哎，破了，蛋破了，蛋破了，嗯，感觉有掉过，真假的，有掉屑屑了，掉屑屑，有湿湿黏黏的吗？等下起来还没感觉，等下出来真的是会剥好的哦，准备了，准备了，加到，不会消失呢，重要的，我要光，可以吗？可以的，可以，完蛋，可以，掉下来了，很强哎，所以他通过这边就撞过了，对对对，他只要通过过去了，去，果然是大爷啦，但是大爷啦，深藏不露，恭喜东贤跟硕汉要接受惩罚。你都走二，那我走，那我走中，我走右二。1、2、3。你最敏感的部位。墨菲定律，墨菲定律。计时十秒，开始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有红哎，身体呈现一个好发抖，颤抖哎，字体发抖，好好玩哦。